现在锋线球员里最准的就是塔图姆，这东西明星球员锋线有没有比塔图姆准的？一个没有。那凯文杜兰特季后赛期间他准吗？现在不准了。季后赛期间上赛季打的这东西已经是很差，20%多的三分命中率，啥都没了。塔图姆呢，季后赛期间三分准星仍然是高质高效，常规赛期间也非常生猛无比啊。你其他的各路高手，詹姆斯呢，投的没有塔图姆准，产量没有塔图姆高。莱昂纳德呢，莱昂纳德是比塔图姆略准，问题上赛季他没打，而且即便他打的时候，产量低。莱昂纳德一般来讲三分球场均命中数啊 ,1.5 个左右，但是塔图姆呢，一般来讲维持在三个附近，是你一倍啊。那这个如果说倍数于你的话，场均的命中数，这会儿谈什么这个单纯的比较命中率没有意义了，因为人家已经是你的一倍了。保罗乔治产量效率各个方面跟塔图姆接近，问题现在他状态下滑了，现在不是巅峰了，所以比不了塔图姆嘛。塔图姆现在是最准的，现在已经是三分神准塔图姆了，什么概念呢？那就是一阵级别，就距离 MVP 一步之遥。